小电灯啊，开灯的话我就睡不着。我们家都用小电灯，连我爸都用他妈的。在家我也用，出来就不用了。我都用，我两个电灯，就是我以前我害怕嘛，我那时间我自己一个人做一段时间，我害怕嘛，然后我开灯睡了几天，然后我觉得不适合开灯睡，我眼睛好痛。后面我又去买了个小夜灯，因为我之前那小夜灯坏了，就去买了小夜灯，买回来他妈，我发现我之前那。